说啊，两位主演啊，这个对手戏的主演不在啊，但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都有一些都在，都有一些对，有一些元素在里面，元素是一个不少。来看一下，而且最主要的《诸葛大战》的元素，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。《诸葛大战》之所以是 LPL 的保留曲目，除了两位选手是 LPL 的元老之外呢，当时两支队伍也是 LPL 数一数二的队伍，顶尖队伍呀。而现在，今天的《诸葛大战》，两支 LPL 排名第一的队伍的教练，猪狗现在 RNG 跟 EDG 现在是排名并列第一，并列第一啊，这跟两边 ADC 的发挥是离不开关系的、啊。是的，一位是 Gala 和 Viper 啊，两名选手都是很顶尖，又是又稳又 C 的那种 ADC。好，我觉得他们俩的状态回升是非常关键的。是的，啊，这两个辅助是这个赛季目前啊，大家相信他们的粉丝一定是看过他们每一场比赛。这个赛季这两个辅助，我感觉那个酒桶可能要走上了，那个打纳尔的英雄不多了呀。小炮打纳尔，不会吧？会的，因为小虎在排位里面是经常使用这个英雄的。哎，这要选了，我觉得可以。这一把这么狠吗？这一把有点意思，因为小炮打纳尔，你别说纳尔是打不过他的。是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两边的阵容是确定完毕啊。RNG 是比较偏脆的一个阵容，比较看上路小炮的一个发挥，看对线 RNG 阵容挺看对线。对，双 C 的话可能要在线上比较稳的发育，但是小炮这个点得打出优势。这一般都是纳尔这么压别人对吧？上路要被压塔下了，他有点怕，怕被越，对，怕纳尔被越。反正小炮就很过分啊，带个爆炮，爆破已经开始爆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个炮车好难受。这把沈阳哥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。对，说这个铁板鞋，还得再来一会儿波中。Scott 这波有点危险。闪，漂移走，还有闪呢，要交闪了，而且这边要交 GP， 来自纳尔的。但这位没减速到，他的斧头很关键。对，没减速到的话也追不上了。有眼看到弹簧的位置。哎，这一波嘎啦有点小危险，瑞尔。闪现打不了，哇，漂亮！闪现 E 再加打不了。Viper 这边交闪现，嘎啦这里有闪现，嘎啦应该是选个闪吧。跑不掉，这里不招了。好了，我直接一斧头。这一波背后开的果断啊！闪现过你的人之后，先上路打了一波。小炮的大野交掉了，但小五这波很危险，要死了。闪现拉开距离，但是小五这波要死了，但是人马也是踹死了小这个 Scott。而另外一边，沈阳哥自己这里的闪现是交掉的，他因为有点打不过人马。小威很勇，很勇，再加一个 Q。哇，小威这边是拿到一杀一助攻。哎，这把日子好难过，他那个线还是回推的。看一下，哇，这残血上去拼，主要他也没那边没六，但是 Scott 正好升六，就差一个兵。升六之后发现，哎，不对，打不过了，溜了溜了。自己身上还有个闪现，但刚好河道有人来。这个闪现 A 了三下四下，开 Q 以后 A 了四下，主要这人马战力太强了。对，这波小威是完成了一波收割，而且这个兵线对于小虎来说很熟的。等会儿可能会叫着，哎，看一下杀戮，两个都没闪着，直接给杀。这波是有六的，拉了一下，但是威猛这边还是要最后一次血，最后还是被小威烫死了。梅口这里的话也挺危险的，想硬杀，我直接躲羽毛的位置，但是硬过了。哎，这一波我感觉扛有点极限了，小明扛多了一下。对，先锋这里准备。哎，这个位置盛翔哥要被打一套，解 Q， 他还没被 E 怼回来，回来了。小明这个 E 这一波是想宰的，不是想打一套的。小明这个 E 很漂亮呀，把这是 EDG 的一波反扑，但小炮也赶到了正面，看一下尝试抢一下，上方推，拿下来了。人马拿下了，而且 Scott 这个位置很危险，有点惨。再拍一万扣，直接被杀掉了。而且血统的大招炸飞了奥拉夫，但是小威这里可能也要被卖掉，拿到一个杀档。另外三兄弟直接走了，因为发现不如之芒也来了，是翻回来了。翔翔哥现在心里就一句话：哎呦，上路要越了，还要杀，直接接，恐惧很完美，直接哇。小虎拿到这个人头，哇！我跟你说，盛翔哥打了这么多年上单，他从来没有想过，会是小虎亲手给他戴上痛苦面具。哇，这二塔都要没了。不是他这样的话，上路通关单吃两个塔，上路通关这才十二分钟，已经通关了。你看这个补刀差、等级差，包括这个经济，领先了一倍补刀，而且他还可以拿带着先锋去其他路。天哪，这可能是盛翔哥。
小胖来了，九头怎么开？一闪两勾。但这边的话，金花加闪现，没会也是躲了过去，拉回去。但是炸出来能够挡掉那个伤害，很关键，是活下来了。这个 Viper 很漂亮，天道酬勤，怎么说？现在就和哎呦，哎要杀了，哎我差一下烫死了，一这。哎，就是带走的，带走的，他也没烫的东西，没烫的东西。对，中塔又要推掉了，小炮已经推了三个塔了。哎，下路要包 ，Viper 是没有双招的 ，Viper 也跑不掉，再来一趟，这边无所谓，少给个助攻吧。对，哇，这 RNG 有点乱出的感觉呀。没有自己这里也是没有闪的，看看人马炸回来，后面小胖来了，但是被小薇直接转死。哎呦，我觉得有点，我觉得有点崩盘了，有点崩盘了，已经崩了，就是这个小胖他起来推塔你是挡不了的。我万万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 carry。嗯。狂风之力大加补攻，是小兵的小兵的伤害，这两个远程小兵。太狠了吧，李元昊！哪儿都有你，对吧？主要现在你就是帮 EVE 这边想办法，也想不到。但这一波的话，也没什么资源可争。EVE 这波过来，小炮注意自己的位置。如果说瑞尔闪现大招一技能眩晕的话，哎，向哥做强盗奶奶。正面被秒了，那什么 W 还是跳了出来，吸过来，哦，这个大招撑不到两个人，撑不到两个。Viper 这波是没有进化的，要小心。Viper 要死了，感觉差一点。小虎这波被一个大人头终结掉了。侠那边是受到了瑞尔的人头，这波总的来说打了一个一换二，但这波对于小虎来说有点伤。而且这是大人头啊 ，EDG 刚才是沙皇拿到了吧？所以我倒觉得还好。沈阳哥这个一尬住了。这波就是瑞尔闪现大招去开，人马大恐惧，但是阿拉夫有大招可以解。小虎这波有点太凶了，直接闪现过去点 Viper， 两点掉，哎，没有暴击啊。对，然后被沙皇带走了，没错。这就是上去拼暴击的，刚才暴一下就死了呀。喂，啊，小虎，太过分了，直接也是单吃一个。回去补了个暴击斗篷，怎么不暴击呢？啥问题都可以用钱解决吗？问题就是没钱啊。EDG 这个打得太快了，眼睛在张了。这双射手，而且另外一边，小薇这个人马是怎么杀的人？就看到人就跳，就看到有人哇，三发普攻，就看到有人点那个，没有配合沙皇，得把小炮推过来那边翻。我觉得哎，这里想骗大没骗出来，小炮第一时间没有跟上去打伤害，但是哇还是很痛啊。这里小薇有点危险，被打了一套，不过先锋及时出手拯救了小薇。这波当了 buff， 还要不要上高？先锋配合的手太长了，一头撞上去，小炮上去 A 个炸弹就打掉了呀。DDG 现在也很稳，不贸然的上去点塔。沈阳哥变小，那感觉也是开不了了。DDG 没空也没闪，也看这小虎把这个水晶给点掉了，而且还要亏中路的水晶。纳尔回家补给了，现在正面没有纳尔，而且是小纳尔。极力要截击，他这脚踢是为了掩护的。想推怀疑，推过来，推回去了，有没有贴身？怀疑要被杀了，但是新加坡也很危险，将会被炸死。真的话，小炮跳过来，追击，但是有一个贴身。外国人的输出能力有点刮痧，感觉小炮要跳起来了。人马直接恐惧，外国是空的，外国被秒了。你破了兄弟，哇，李元昊这把太猛了吧！最后仅剩一个奥拉夫，能守住吗？感觉守不住啊！这个小炮配合侠推得太快了，我竟哑口无言。好吧，这把直接给 EDG 安排明白了，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李元昊他最大的天赋竟然是上单选手。这边我们看这经济曲线，对，四个输出点打的都蛮高的。对的，啊 ，EDG 这边的话就比较难受了，因为看到一个如此之肥的小炮一直在疯狂带节奏，还是没办法，直接溃败。最后看一下 MVP 是不是小炮啊？领先6500，七次 MVP。小虎这赛季是 RNG
乃至整个联盟吧，这个 MVP 次数都是数一数二的。我觉得至少在上单位置上应该是，主要是真没想到，就是这赛季上单好手那么多的情况下，小虎在上单界硬生生凭借自己的，就是只能说天赋加努力吧，闯出了一片天。天赋加努力，这一定的，因为传统的上单他也玩，哎，然后一些这种怪的，哎，非主流的上单他也玩，是的。